过了过了过了，能不能准备下一场戏？你想全打美国好莱坞吗？你想实现自己的功夫梦吗？但我也不会拍电影，能用我呀？你被选中了，怎么的？我们要从你们之中选出三个杀手来。没想到石头这枪，正面看着像邪祟，但背影让人像犯罪。哎，干啥呢？我们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冷静冷静。说我能不能像成龙似的，就是那种俗称跑龙套的。不能分，一人接吻。这次我要按照我的剧本演。来，你要哪个？你拿那大的。你说哪个？我宰哪个。这给人霍霍多了。说话呀。